自己改进了一部分。五年了，这个机子工作了五年，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，挺好的。这个是自放电的用的，他们加了自己加了一个轴，这是个牵引，然后加了一个板，然后加了一个固定的装置，他们自己加了一个固定的装置。这是金胶管，把金胶管它换成皮带了，以前是链条的，它现在换成皮带了，挺好。加了一个罩子，挺环保的，那最起码没有味道了，以前屋里面还有味道。这个是一条小线，用的挺好。这是一个1.6米的大线，这是1.3米的小线。这个是他的公司的名字。哦，这也高一个，这东西厉害。这是这个1.3米机子上面做的皮影膜，这个是1.6米机子上做的皮影膜，基本上它差不多，基本上都差不多。那它也是做了一个方正电的，我摸摸。Oh yeah, very good. 一点静电都没有，真是厉害。就是大车小，他们自己吃的有高有低。很厉害。这个膜有静电，加上了比较脏。它在这机器的下面加了装那个东西。